七夕的太空梦。我要把它画下来。七夕，你在画什么呢？那么认真。我在画午休时做的太空梦，我长大后真的要去太空的。你看，七夕，你的梦很美，不过去太空得开宇宙飞船才行。开飞船？我不会呀，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。七夕，怎么啦？画得这么好，为什么要扔掉呢？这是我做的太空梦，好看吧？可真要去太空，要开飞船才行。我自行车都学不会。开飞船我不会，但是学自行车我能帮你。谢谢你，棉花糖。七夕，你不要盯着车吧，要看着前面的路。我不敢。我得想想办法。对了，西西，你想一下你做的梦，你梦里是看着什么遨游太空的？我看着前面的星星，还有游过来的外星人。那你就把前头当成有很多星星，把广场上的人都当成外星人吧。西西，你怎么不骑了呢？皮皮从那边骑过来了，我怕被撞的。还那么远呢？远我也不敢，它就像飞来的小行星，撞了可不得了。云朵妈妈，西西很害怕和别人的车撞在一起，可是皮皮的车还很远，西西就不敢继续骑了。您有什么办法吗？西西是为了以后开飞船才练习骑自行车的，对吧？云朵妈妈，我是问您怎么让西西不害怕呢？你觉得西西骑得怎么样？骑得很好，只是还不熟练。西西一心要达成心中的目标，就会战胜困难，这就是梦想的力量。有梦想的力量就不会害怕了吗？你试试看呢。我想到办法啦。我想借所有和太空有关的书。没问题。这个好漂亮啊！这个是冥王星，离地球可远了。我以后一定能去更远的太空，跟那里的外星人做朋友。更远的地方？对啊，离开银河系更远的地方。我相信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外星人，说不定还有糖果味道的人呢。哇，听起来很有意思呀。外星人在和我们打招呼呢。你好啊。你们好呀。这回画得真不错。西西，这次皮皮也会帮忙的。我是皮皮星的皮皮。西西，我们一起练开飞船吧。好。西西，你骑得更好了。地球的西西，你好呀！皮皮星的皮皮，你好呀！你们好啊！你好，西西，你学会骑自行车了，真棒！西西，小心米花！小心！成功避让流星一颗，返航！西西，恭喜你学会骑自行车啦！谢谢。虽然还不是学会开飞船，可我感觉一只脚已经离开地球了。加油！谢谢云朵阿姨。西西，你一定要坚持，有太空梦真的很棒。西西加油。
年了。奶奶，您怎么还没睡觉啊？哎，棉花糖，奶奶是不是吵醒你了？你快去睡吧，奶奶也去休息了。那您也早点睡啊。哎，睡不着哦。你们知道怎么样才能晚上睡得香吗？棉花糖，你晚上睡不着吗？不是我，是我奶奶。云朵妈妈说，奶奶已经好几晚睡不好了。这个我知道，每次我疯跑完就会呼呼大睡。我妈妈说，睡前喝一杯牛奶会睡得香。据我所知，快速入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数数。你们的办法都很好，我让奶奶都试一试。奶奶，您跟我一起跳，运动完就能睡得香啦。这个实在太激烈了，我可受不了。奶奶，您今晚跟我一起睡吧，有人陪着睡，说不定就睡得香啦。好。奶奶，喝热牛奶可以让您睡得香哦。好嘞，我试试。我突然想去厕所。奶奶，您还是睡不着吗？是啊，越想睡着就越睡不着。我还有一个办法，您数数吧，数着数着肯定就困了。好吧，再试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奶奶早上好，昨晚睡好了吗？吃饭了。我没什么胃口，你们先吃。云朵妈妈，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奶奶晚上睡个好觉呢？奶奶她可能心里在担心什么事情才会睡不着的。担心什么事情？我有办法啦。二三四，哎呦，就剩四天了。到点儿了，让我再来量一量。您的体温正常。真的没问题吗？您的血压正常。可我总感觉哪里不舒服呀。老年人出现头晕、失眠、乏力等症状，需要注意了。奶奶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呢？爸妈，这是社区老年人免费体检的单子，12号直接拿着它去医院体检就可以了。这马上就体检了，这么快呀？我知道了，奶奶，您担心的事情就是体检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啊，为这个事儿我都好几天没睡着了。妈，别担心，您平时又跳广场舞健身，又注重饮食养生，身体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可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啊。你就是自己吓自己，得相信科学。奶奶，您是不是害怕体检？就像我之前害怕打针一样。奶奶，蓝天爸爸说定期体检是对身体好的，我们要勇敢。您看我现在就不会害怕打针啦。奶奶还是会担心呢。那我陪您一起去体检，您要是还害怕可以抓着我的手。好好，奶奶会努力像棉花糖一样勇敢。云朵妈妈，我们回来啦。体检结果怎么样啊？爷爷奶奶都很健康，身体棒棒的。妈，这下您放心了吧？放心了，还要多些棉花糖哦。奶奶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啦。